好，法师各位师兄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圆满了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了解佛陀在涅槃前慈悲的开言《法华经》，告诉我们佛陀的本怀。怎么样是真理法则的实相？原来佛陀是这样的，早就成佛。原来我们是在迷惑当中，认为有佛可成。认为自己是众生，或者认为自己有众生可度，这些都是我们自以为是的部分，而再从实如是的角度来理解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我们想要得到的，我们的愿望，我们的能所，实际上，这些都是名为。种种的名相文字，在不停的熏修过程，我们无非是希望自尽其一，还是从文思修戒定慧，先守住。自己的根门，让正知见，让自己做主，不让欲界来扰乱我们的清净。而在我们懂得止观的法门。我们有了正知见，就要懂得去责罚。有些我们的五毒，要懂得止；我们的习气要懂得转。所以，止观可以有种种的。所缘境来练，这些所缘境的对境，其实都是我们讲的方便门。我们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了许多的三昧。这个门打开，我们就进去。这个门当然是不落两边才进得去。这个门，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，门呢，道不同，果相同。就像我们讲啊，根到果，我们本身的根根性具足，本来是佛，
而我们迷惘了以后，回家的路，回家的转凡入圣的圣道，而能正果，有很多的门。所以我们会讲啊，要一门深入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要深入。一般来说，以念佛来讲，也是一个行门。入一行三昧，那么这样的进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打成一片，一心专注，我们从阿弥陀佛的愿力里面就知道，这是多么的殊胜。所以许多的祖师大德也告诉我们，在末法大家还是要能够发愿净土为依归。而我们知道净土在自己的心里，现在是我们说的斗争坚固，渐渐进入沙业的坚固，在各行各业、国家、社会，甚至于修行人之间的相处，都还是会有这种性质的产生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想到无争三昧。为什么会有斗争？就是我们自己的无我观自尽其意，没有实修，没有像刚刚讲的止观，止的功夫都没有，学了一堆不知道止，因为没有平管，所以呢就烧成一片，整个生产线做出来的呢越来越走样。对末法呢，如果懂得，一方面以净土为依归，修自己的心，最起码总要解脱，修空，修无愿，修无相，这样的解脱门，那么配合我们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的许多的三昧，当然还是文思修戒定慧这样下手。就连七佛的传法记，其实也是在破我们的我法二执。然后从法的法性
让我们呢心能够跟法的法性相应，佛跟佛之间的传承，不是我们以为一二三的传，而是随顺因缘的，一尊一尊的，因应众生的因缘而传。过去庄严劫，现在贤劫，未来的心宿劫，那么千佛呢方便来帮我们开门，开我们的婆罗门。所以法无定法，法本无法，法非法，法法亦无法。除了破我们的法执，观世音菩萨呢也告诉我们，观世音菩萨观观者谁而来立身，在普门品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不是我们一般人以为观世音菩萨呢有一个有为，有一个跟着成就，然后闻声救苦。实际上是用因缘法，而为什么能？我们只要持名菩萨的圣号，就能得以救度，是因为观观者，当我们自己明白观观者的时候，普门就开，像文殊师利菩萨一样，有为无为都入三昧。听说有三昧，文殊菩萨呢去了解，也入三昧。这些在《法华经》我们也有讲过，所以三昧，一般我们讲正定，那么正定相对的就有邪定。那么正慧呢，相对的就有邪慧。那么佛陀在讲净土的时候，也讲得很清楚，什么是正，不是这样的就叫做邪。在观经里面，乃至于在楞严经也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入三昧，先有正知见。那有了正知见，就是保护自己的盔甲，
至于说，也有师兄在问，怎么保任？保任没有一个怎么。你今天禅期、佛期，保任还是回到打妻者谁，你才能够保任。当明白应无所住的时候，就是保任。所以一切的有，如果我们因无所住，那么有空处处都是门，不被进转。包括我们讲的，即使修圣道，沿途风光的圣境，我们也不以为意。所以就能够不被这些尘染。借由我们所了知的，怎么样去行持《法华经》，除了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，各取所需，有的人对某一品特别的相应，那么可以从这一品里面呢去深入。但基本上呢，还是刚刚讲的，从自净起意，从我法二执，从品管止观，从对境练心，从不被欲界所干扰，那么能够保住自己的根门，被啊贼啊所入侵。那么步步莲花，我们的心以表法来说，也是法轮八福八正道，也是八叶莲花，但利益众生也可以是千瓣莲花，也可以是千手千眼，也可以是三心三世，也可以是三界现身说法。所以这个身怎么能够转成法器盗用，在于我们信愿行，例如念佛，你要相信自己有佛性，要相信阿弥陀佛从法藏比丘在十劫前已经成佛，然后所有阿弥陀佛的每一个愿都达成，
在等着我们。是我们要不要依教奉行，你这个信心提起来，又了解了净土种种的方便法以及它的功德，虽然过去无知，如果我们如普贤行愿能够忏业，那么十大愿望实修，没有不能往生的。所以我们也希望呢，一方面借由《法华经》的成佛，到我们了解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也能够从这样的因缘果报法则里面，像地藏菩萨一样名扬二利。对于许多师兄们会去助念，或者呢会举办法会，大家共修的力量，自利利他，自觉觉他，只要不是为了欲界的价值观，佛菩萨护法一定会来加庇我们，满我们的善愿。当然也是要因缘成熟，所以我们学了法华，其实跟每一个宗门都是相通的。就像八佛轮、八宗，都是法轮的一支，也唯有呢八佛轮和合，才真的自信的佛光平等无别的呢，能够普照十方。所以希望啊，我们共勉，能够有这样子的因缘，让呢佛陀呢跟诸佛菩萨呢的愿，我们也呢自己去要求自己，也呢帮忙呢来捍卫正法。所以在刚刚所说的斗争坚固的现在，和合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跟别人和合，那就代表我们还有一个我。所以无我观或者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我们要加强借这个镜，因为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呢斗争，包括快要选举了，
看得很清楚。那我们会不会起了心跟这些所缘境相应呢？相应了，我们的根本呢就失守了。这就是举一个例子，因为这个都是欲界的价值观。那么我们怕热就不进厨房，今天我们就是披着政治正见的盔甲来到这个欲界五浊恶世，我们愿意依教奉行。那么借这个因缘呢，我们来修行熏自己，我们我法呢都不执着，我们知道能所两忘，在自心一处呢无所不办。所以大家要明白啊，其实念佛法门呢跟法华经呢是相通的。我们今天借这个因缘呢，再把西佛的传法记、释迦牟尼佛的传法记来为大家开一扇门。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成法。无法法法无入关，能所两忘，
在寂静中净土现前，再慢慢将法界的光明慢慢收回自己的身心，然后慢慢出定。因为我们讲过六妙门呢，最后还是要还境。这个境呢，心境则国土境。那么国土境也是心的清净。我们也因为啊这样的因缘呢，能够啊一方面。我们行持菩提圣道，二方面呢，也懂得呢自己依循着阿弥陀佛的愿去行持，那么将来呢，也是可以呢，先回到阿弥陀佛的净土。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啊，有讲了四十八愿的第一到第十四愿。我们接下来呢，继续再跟大家一起研习第十五愿。我们还是先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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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们接续呢，讲第十五愿。第十五愿，设我得佛，国中人天，寿命无能限量，除其本愿，修短自在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这里就是讲啊，成佛以后啊，佛国里面的人天，这个跟阿弥陀佛自己一样的寿命是无量的，没有限量的。除了
这一位人天菩萨呢，他的本愿啊，这个本愿就是为了立生的愿。那么他的寿呢，就随他的本愿可以缩短啊，因为主要是立生，有的呢到了净土，他很快的呢就再回到娑婆，要来报恩，要来利益众生，要来帮忙呢超度亡灵，因为自己可能也是被超度的，所以也有很多这样的菩萨成愿再来。第十六愿，设我得佛，国中人天，乃至闻有不善名者，不取正觉。就是讲啊，成佛以后，国中的人天，如果有听到不好的、不善的名称，啊，乃至于名相，啊，不取正觉，也就是说，大家都是在一个很正面、很慈善的因缘法里面。那么我们再讲第十七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世界无量诸佛，不惜之皆称我名者，不取正觉。之皆就是在讲啊，称赞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十方啊诸佛呢都会称赞这个阿弥陀佛。第十八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至心信要，欲生我国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为除忤逆，为谤正法。一直讲啊，我成佛，十方的众生他能够啊自成，而且具信心喜乐的发愿呢，想要往生呢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。那么有这样的条件，乃至于只有念十称十念，如果呢他不生，乃至于啊不取正觉啊，这个就不取正，意思就是说都在成佛以后呢就会有这样的条件，然后乃至于十念就会呢往生到净土。因为佛呢已经呢取了成佛，取了正觉，但是有例外，就是呢犯了忤逆重罪，毁谤正法。那么我们也讲过，比较容易犯的呢就是破和合，破这个和合僧。所以在金刚圣呢也有根本戒，就是金刚兄弟起愿僧这一条。事实上呢我们在佛教团体也是一样，刚刚讲过师兄或同修都得呢修无争三昧，因为啊这很重要。虽然现在啊比这个斗争坚固还要更严重，已经啊不同的这个内心起了很多的一些比斗争更不好的念头，所以现在很多精神科的疾病啊都出来了。一方面是自己，二方面是环境让自己呢有了这种心灵上的不安全，或者呢忧郁或者恐慌，有些是一种强迫症，就是他已经这个心啊出了问题。
那么这些就是说我们要懂得，虽然念佛可以往生净土，但是也不能自赞毁他，也不能犯了忤逆重罪。第十九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自心发愿，欲生我国，临寿终时，假令不渝，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，不许正觉。就说啊，十方众生如果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然后呢，修这个六波罗蜜，就会有这个功德。那么你也是一样，自心的发愿，生西方极乐净土。那么临终的时候呢，这个阿弥陀佛呢，就会呢，这个大众就是指这个圣众啊，那围绕这个人的前面啊，要来接引他。所以其实我们往生净土还是呢，得要呢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那么累积自己的福慧功德，并且呢，你要坚信，要有信心。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我们，所以这里讲自心发愿欲生我国，不要怀疑。第二十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国，执诸德本，自心回向，欲生我国，不果随者，不许正觉。就讲啊，十方众生听到我的名号，悉念我国，就是这个悉，就是谦悉者啊，心悉者，念者我的这个国土。那么执诸德本，这个执就是我们讲的积蓄啊，就是行善积德啊，这些就是我们讲的福德或功德。而且呢，你要把这个功德回向啦，这个要往生极乐净土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也一样可以啊，借由这一愿，能够啊往生极乐净土。那么第二十一愿呢，设我得佛，国中人天不息，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，不取正觉。就说啊，这个净土呢，国中的人天都会呢。成就啊，三十二相好庄严。那么第二十二愿，设我得佛，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，究竟必至一生补处，除其本愿自在所化，为众生故，披红饰铠，累积德本度脱一切，有诸佛国修菩萨行。供养十方诸佛如来，开化恒沙无量众生，实力无上正真之道，超出常伦诸地之行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就讲啊，他方国土的菩萨呢，佛土的诸菩萨众来到这个净土呢，也一定啊会。到这个一生补处佛的这个位阶啊，那么除了就是说他的本愿呐、啊，他所化现啊，他要为众生呐、啊，因为他有四弘誓愿啊，披着这个愿力呢，去利益众生，然后呢累积他的德本度脱有情，那么他要再离开佛国去修菩萨行，并且啊，他要供养十方的如来。啊、然后呢 要这个开眼、啊、度化呢恒河沙无量的众生、啊、让众生、啊、能够使力，就是建立无上的这个正真之道，就是菩提道，也就是导引众生呢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就像文殊菩萨一样，然后呢超出这个常轮，就是、啊、天轮或人轮、啊、就是比这个人伦呢要更增上啊，然后诸地之行啊，诸地这地讲的就是菩萨的这个实地啊，或者呢现前去修习普贤之德，就是讲啊普贤的愿力啊，十大愿王
所以就是说来这边那么会有一份不处的这样的位阶，除非啊你要去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度尽众生，供养诸佛，然后导引众生能够呢增上，然后修菩萨，也导引众生呢能够依愿力去行持。其实我们呢、啊、如果真的去了净土啊，因为众生还有自己的无量劫来的父母啊都还在轮回的话，我们呢都还是回来度他们，因为我们自己啊也是要报父母恩，就像佛陀成佛呢还是会去为母亲说法，就像地藏菩萨呢看到自己的母亲的苦在地狱，然后呢会想说其实其他地狱的众生谁没有父母，甚至于这些众生过去也曾经是我们的父母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心量打开来，悲心呢流露出来，就除了度尽众生以外又多了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因为没办法安住，因为自己的所缘还在呢地狱里面。继续第二十三愿，受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，供养诸佛一时之情，不能骗至无量无数亿，那由他诸佛国者不起正觉。就讲啊，这个国中的菩萨呢成佛的这个神力威德力，如果呢想要供养诸佛呢，在这个一顿饭的时间一时之情啊，他不能够骗至无量无数亿，那由他诸佛国土不起正觉，就是说都可以在一顿饭的时间呢供养十方诸佛，因为就只时间呢很短啊，那么佛的这个加持力啊都能满啊这个国中菩萨呢的这个善愿。第二十四愿，受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，诸所求欲供养之具，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。啊，这里又是讲啊，如果说在诸佛呢要供养啊这个诸佛，那么他的供养之具啊都会满每一位国中菩萨的愿，都可以实现的。那么第二十五愿，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。那么就讲啊，净土里面的菩萨呢他不能够演说这个一切智，讲的是佛的一切智啊，他都可以呢演说的。第二十六愿，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取正觉。这个那罗延伸是指这个金刚力士护法，也就是说这个身体呢像金刚一样非常的这个勇猛啊坚固，会有这样的这个那罗延伸。第二十七愿，设我得佛国中人天一切万物严净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奇妙，无能称量，其诸众生乃至戴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许正觉。就讲啊，国中人天啊，所有一切的万物呢国土里面呢都是严净光丽啊，非常的清净庄严啊，光明，然后呢非常的这个美丽好看，那么形色非常的特殊啊，然后这个穷微奇妙就讲得非常的微妙啊，奇妙就是微妙至极啊，无能称量就是没办法去计量。那么其这个众生啊，即使有一个众生他能够有天眼，然后他要去看他有多少的这个数量，或者想要用各种的名词去形容，没办法形容，因为太殊胜了。即使有天眼的人也没有办法。那么第二十八愿，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
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色高四百万里者不取正觉。就讲啊，我国里面的菩萨乃至 他的功德比较少啊，可能过去啊这个没有修啊，那么来到有因缘来到净土，假设他这样子他不能够啊知见他这个道场啊，他的树和无量光的色，而且高四百万里者，他不许正觉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功德力呢比较少，还是都能够达到啊，知道说这个道场啊，他所有的这个数量的这个宽广啊，还有高大的这些光明树。那么第二十九愿，设我得佛，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。奉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许正觉。就讲国中的菩萨他都能够领受能够读诵经文啊，并且能够修持，甚至于能够为人说法啊，而且呢会有那个辩才的智慧啊。当然这个愿力啊都是在因地修行嘛，然后啊这个阿弥陀佛他就是用这个好像就是倒装句在讲说，如果没有这样子，那我就不取正觉。但实际上，我们现在在解释，就是用啊平述句让大家明白，就是净土啊，它的这个功德庄严，还有种种的啊佛的愿力。第三十愿，设我得佛，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啊，这个大家都懂，智慧辩才它是无可限量。第三十一愿，设我得佛，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，见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就讲啊，国土清净都能够看见十方一切无量无边无数的不可思议的诸佛世界，而且就像啊镜子啊，在他前面这样看，非常的清楚。大家可以随文入观，因为啊，我们刚刚也让佛国呢，现在我们这个因缘里面。那么第三十二愿，设我得佛，自地上至于虚空，宫殿楼观石榴华树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，言是奇妙，超诸人天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就讲啊，这个从地到这个虚空啊，所有的宫殿啦、啊、楼阁啦、啊、这个池塘啦、啊、水流啦、啊、华树啦、啊，国土所有的万物啊，都是用无量的这种珍宝啊，还种种的香所合成，非常的这个庄严啊、奇妙殊胜啊，超过一般人天所能够知晓，而且它的香气呢，能够普熏十方。那么菩萨呢，闻到呢这个香气呢，都会啊来修这个修行这个佛道。那么第三十三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蒙我光明触其体者，身心柔软超过人天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就讲啊，十方菩萨呢，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啊，他的这样的种种的类别。那么因为阿弥陀佛是无量光，那光明照射到呢，他的这个所有的众生啊，啊十方世界的所有众生，他会呢身心柔软，柔软呢超过人天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条叫身心柔软？我们反过来讲，身心如果硬邦邦，这个是我们讲人的心跟人的气血。好，我讲以人类来譬喻来讲，如果我们自己很刚强，
当然讲好听是说很有个性。那么换个立场讲，就是你的可塑性就少，因为你有太多的原理原则，就跟刚刚讲的无我观修的不够。我们并不是呢善恶不分随波逐流，这个柔顺自然，身心柔软，是一种慈悲自在任运的。所以呢我们讲啊，水碰到什么样的瓶子它都装得进去。所以今天为什么会讲身心柔软胜过人天？人天有人天的习气业气，甚至于啊很多的执着，所以要它柔软呢比较不容易啊。往往啊有自己的想法，自以为是的很多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人的心气，如果你的在某一部分的个性就会影响我们的五脏六腑，产生一些深的疾病。所以我们在修呼吸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要细，要再微细，然后呢要很柔顺，然后最后让它能够很自然的。我们讲六妙门也是这样子修，当我们的心柔顺，气就柔顺，然后身就柔软。那么很多本来我们的气有阻碍的，会因为这样子的细柔而能够贯穿打通。那么本来气血不好的，有滞气的也就能够通。所以柔软其实是我们一门功课，一门功课。那么第34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生种之者，不许正觉。我们都听过阿弥陀佛的名字啊，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众生，包括我们，我们听过阿弥陀佛的名字。如果呢不得无生法忍呢，而且呢这里讲的生种时啊，就是讲啊佛法的智慧。所以光这一愿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信心，佛陀早就帮我们位置都留好了。我们已经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啦，已经有位置啦。继续，第35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岂有女人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发菩提心，厌恶女身。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，不许正觉。啊，这里就是讲啊，这个十方世界如果啊，在各诸佛世界有女人啊，也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字，然后也发心，也深信，也欢喜的发菩提心，但是她不想再当女生，那也会得到这样的善愿圆成啊。那么受终以后有机会呢，在往生不会呢再现女相。那么第36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受终之后常修梵行
自成佛道，若不尔者不许正觉。这里也是在跟刚刚有点像，这十方世界呢，只要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字，往生受终以后呢，能够呢修这个梵行，这个一直到成佛。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说，一定可以。我们一般讲啊，修清净、四梵住、啊、四无量心，也就是说，你只要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字，会成就佛道。这也是鼓励我们，我们自己未来一定成佛。就像啊，药师如来一样，药师如来成佛，一切的有形都可以成佛。那问题是出在我们，我们自己呢，没有依教奉行，这个因地跟果地之间的路到底多远，就看自己有没有深入《法华经》。去了解怎么行菩萨的愿。我们再讲啊，第三十七愿：设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，闻我名字，五体投地，举手作礼，欢喜信要修菩萨行，诸天世界莫不致敬。若不尔者，不许正觉。这里就在讲啊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诸天人民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，然后啊，能够啊礼拜作礼，而且啊欢喜信受，愿意修这个菩萨道。那么诸天的世界的人啊，都会跟他致敬。好，这个因为这个只要你这个愿将来呢，都会成就佛道。对，第三十七愿也是十分十分。这个诸圣，所以天人啊赞叹，世人啊赞叹。第三十八愿：设我得佛，国中人天欲得衣服随念机制，如佛所赞，应法妙服，自然在身。若有裁缝染制缓着者，不许正觉。好，就讲啊，国中人天，如果他想要衣服，只要动念，衣服就来了，而且它很如法，啊，就像佛智所定的啊的这个法衣啊或者袈裟，那么它会自然的穿在身上，不用啊去裁剪，然后去染色，去缝制，也不用再去洗啊。也就是说，就自然而然就披在身上，而且是很如法的衣服。那么第三十九愿：受我得佛，国中人天所受快乐，不如肉尽比丘者，不许正觉。那么这里啊，就讲啊，如果是阿弥陀佛国中人天，他的快乐绝对超过阿罗汉。这里肉尽比丘讲的就是阿罗汉。第四十愿。设我得佛，国中菩萨随意遇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土，应时如愿于宝树中，皆悉照见，犹如明镜，睹其面相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就讲啊，国中的菩萨随他的意愿，他想要见十方无量的这个佛土，随时呢都可以现前。就像在树宝树里面一个镜子这样看，也就是说他要看到十方的佛土，随时看得到。那么大家不要认为啊，这个好像很难想象。我们讲唯心所现，为事所变，一切为心造。而且我们也知道，
这个心不是我们讲的肉坛心，到了净土都变成了大菩萨的这样的神通广大威德力。我们不要用凡夫想，你就了解说在那边有多好。你要供养十方诸佛，你要看到十方佛土，都很方便的。或者你要成愿再来度众生，报恩，行数量心，都可以的。那么继续讲第四十一愿：设我得佛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至于得佛，诸根缺漏不具足者，不许正觉。就讲啊，如果他方佛土啊，诸菩萨呢，听到我的阿弥陀佛的名字，啊，一直到成佛，如果他的这个诸根有缺的，不完不具足的啊，这个事情不会发生，也就是说一切会圆满的，该有的这些都是非常圆满具足。那么第四十二愿：设我得佛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皆悉待得清净解脱三昧，住世三昧，一发一请，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，而不失定义，若不尔者，不起正觉。就讲啊，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听到我的名字，都能够得到清净解脱三昧。我们知道三昧就是正定，那么清净大家也了解，就是没有分别，然后把自己的一些错误的知见要能够呢净化，应无所住。那么解脱，我们一般知道三解脱门，就讲啊空啊无愿啊无相啊，也就是说能够入三昧正定里面。而且呢这个三昧呢，这个一发一请就是一念之间，他能够供养不可思议诸佛世尊，而且他不失定义，也就是说他常常在禅定里面。这就是跟刚刚我们讲的宝刃，就是应无所住，因为他入三昧这个正定等于入了三昧门。那么你一门开入了法界定，你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，一切呢善愿圆成。所以这地方也在讲啊，只要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，都可以呢得到清净解脱三昧，并且呢不会失去这个定境。那么你要供养呢不可思议的诸佛世尊都很方便。那么这里大家可以思维，如果从这一愿跟我们法华经里面的诸多三昧可以合着修，你可以拿这一愿啊，然后自己自心祈求呢往生净土。那么念佛以后，除了我们讲一行三昧，念佛三昧，波罗三昧，也可以呢，因为我们有诸多其他的三昧，包括我们的清净，包括我们的平等，报告我们的本觉，报告我们的修空、修假、修幻、修无我、修无相、
修无怨，这些门它也可以是一门，就像现在我们把刚刚所讲的打开，它是一门，那也可以讲多门。那么如果大家还懂得刚刚讲的陀罗尼门、总持门，就知道悬陀罗尼跟无量悬陀罗尼这些法门，佛心所流露的法门，跟我们讲的三昧的圣境，其实都在里面。所以啊，阿弥陀佛呢也告诉我们啊，能够啊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呢，也能够呢可以得到心境解脱的三昧，而且不失正定，也就是说行住坐卧都会在定中。那么大家也不要认为说其他国土诸菩萨众，我们现在的人类这里也是凡圣同居土，你要做凡还是做圣，不是说你是凡你生来就是圣，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发这个愿，扮演菩萨的化身。所以将自己扮演菩萨的这个愿，在我们讲就是行菩萨道，发心菩萨。那么在果圣讲就是观想自己呢是菩萨的这个愿行者。这其实呢因地果地是不二的，在佛性来讲是没有分别，就是下手方便不一样。我们继续再讲第四十三愿：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，闻我名字受终之后，生尊贵家，若不尔者，不许正觉。就讲啊，他方国土啊，诸菩萨呢，你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，那么往生之后，啊，一定会生在很尊贵的家里。那么这地方怎么不讲富贵呢？因为啊，其实现在啊，富贵呢，真的要造恶、啊、很容易。那尊贵啊，还好，因为毕竟可能又有比较多的教育在尊贵的这个家里面。那么富贵富的就不一定了，因为毕竟这是欲界，所以他在欲的部分呢。会琢磨比较多，因为得到以后呢怕失去，总是如果没有正知见，不管是富或者是贵，可能所要造的业呢会更大。那么第四十四愿：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，闻我名字欢喜踊跃，修菩萨行，具足德本，若不尔者，不许正觉。就讲啊，他方国土的诸菩萨众听到我的名字，然后会欢喜法喜，然后你愿意呢修菩萨道，你就可以呢开始累积你的功德。所以阿弥陀佛也是用阿弥陀佛的圣号，这个因缘法，在广利听到阿弥陀佛四个字的这个因缘的而愿意发心的菩萨，这跟
我们刚刚讲观世音菩萨是一样的，善用因缘法。我们继续再讲第四十五愿：受我得佛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皆悉待得普等三昧，住于住世三昧，至于成佛，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如来，若不尔者，不许正觉。就讲啊，成佛以后呢，他方国土呢，所有的菩萨众听到我的名字，都能得到这个普等三昧，就是我们一般讲普门品，这个普就是普遍啊，也就是非常广的啊。然后呢，等就是讲平等的三昧。那么在这个三昧一直到成佛呢，常常可以看到呢无量的不可思议的如来。所以很多的因缘呢，有些信徒成愿再来的呢，他常常会看到一些圣境，并且呢能够很方便的入三昧。因为啊，他过去呢有呢这样的因缘，听到呢阿弥陀佛的名字啊，并且也有修行过这样的普等三昧。那么虽然还没有成佛，但是他常常看到呢这些不可思议的如来圣境。那么第四十六愿：受我得佛，国中菩萨随其志愿所欲闻法，自然得闻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那么这里又要讲啊，国中的菩萨呢，他想要听的法，他自然会听到。这个闻法，大家也不要认为说就是第二耳朵听，有时候会就是一个讯息，啊，让你知道。突然间某一个道理你通了，我们讲就是忽然间呢知道是这样的真理，你不一定去问，或者不一定去思维，你就是忽然间懂了一件事情。那这个事情是真理法则，并不是说我要求得一个什么样的方法，或者有时候呢，你想要听灵鹫山佛陀说法，那么当下呢，也有因缘呢，能够让自己呢，就像呢。在当时呢，这个佛陀讲法的时候，在现场一样，这些就是时空呢没有阻碍，因为有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力、愿力的加持，那么你自然而然呢就能够懂，能够理解。那么第四十七愿：受我得佛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不记得字，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那么这里啊，就是在讲啊，不退转是讲啊，这个阶位菩萨的阶位，也就是说，我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呢，这些菩萨呢，马上就会到了不退转地，一般就是七地以上或者八地，那么就是不动不退。也就是说是大菩萨。那么第四十八愿：受我得佛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不记得字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忍，于诸佛法不能记得不退转者，不许正觉。那么这里讲的啊，法忍，这个忍呢，就是法忍，就是说对于佛法，你能够信受，这个受是讲受持，而且你不怀疑也不退转，这个忍啊是讲的是法忍，或者是说你去修持
熏修，然后你的体悟，刚刚讲的保任安住，你能够因无所住这个空性，然后你能够不退失菩提慈悲，你能够呢愿意呢跟出发心一样为众生牛马，这是法忍。那么讲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忍，就是我们讲的音响忍啊、柔顺忍啊、无声法忍。所谓的音响，就是我们讲的寻声闻法，也就是说我们在一般的菩萨位阶来讲，就是在十信位，我们都会啊声闻来听闻正法。好，然后呢安住在自己的所学里面的闻思里面，尤其特别是在闻的成就，这个在这个地方下功夫，安忍、音响忍。那么柔顺忍呢，就是要进入我们说的思维随顺啊，这是讲思维随顺，不是讲身体的柔顺，而是说你有可塑性，你愿意改，你愿意修，然后呢，进入了我们讲的柔顺忍，也就是已经没有那种我执慢心。就开始要往圣位呢再前进，所以呢我们可以讲说它就是呢思的部分，思维的随顺，它慢慢的深入了，闻以后慢慢再深入，然后呢安忍到柔顺这样的法忍。其实很多人在闻法，他会有一些过去没有融通或者先入为主的部分，即使听到正法他会排斥抗拒，或者他有分别心，他认为他相信这个人他不相信这个人，同样的一个法两个人讲，他内心不服气，或者他内心我们讲的不柔顺，然后起了分别心，这个就是没办法呢调伏自己。其实这个是一种自己的争斗，这个是斗争坚固，也就是矛盾，斗争坚固也可以说是自己矛盾很多，自己在斗自己，不调顺，不柔顺，这个啊，就是障碍自己的修行。那么第三的法忍，当然就是无声法忍。无声法忍就是我们讲的熏修，能了解啊诸法的实相，能了解啊这个缘生缘灭。那么实修啊，能够悟无声，安住无声法忍。所以这个愿就是讲啊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就可以得到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个法忍，而且呢在佛法里面呢就马上可以得到呢不退转地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啦这个上礼拜没讲完的阿弥陀佛的48愿圆满，去了解阿弥陀佛里面他的愿力跟我们的相应。我们是念佛了，或者用每一愿闻我名字，然后我们去相应，我们到底会有怎么样的方便门进入念佛三昧？虽然念佛三昧，可是这个愿有这么多，
每一个你都可以进入。或者你说，那我没有差别，我就是呢，念佛号、行住坐卧，甚至于睡觉的时候、呼吸的时候，我都在念佛，到打成一片，到一心不乱，那也可以。那么一心不乱的时候，心佛已经不二，就是我们讲的法性。其实法它是活的，无定法。但是大家还是要知道啊，但书的条件就是不能犯无间罪，也不要毁谤正法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来持诵释迦牟尼佛心咒。Om Mani Mani Maha Mani Shriya Mani Yaso
边念佛号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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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咒云佛号远扬十法界，众生闻此咒音佛号，悉皆开显自性，与佛愿相应，安住光明极静，再慢慢将光明收回身心，慢慢出定。今天有这样的因缘呢，跟大家，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时间把四十八愿呢跟大家一起啊研习一下。今天有这个因缘，我们这个大家研修，那么如果不如法，请阿弥陀佛速救。好，我们今天呢、这个禅修到这个地方圆满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